变的吗？因为我现在一点儿测光都补不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挡在住了。这个地方不是你刚刚放在这儿的，我放在这儿的，你放在这儿的，我放在这儿的。我不管你，把你的镜头给我摆好了，我现在被围着出去，你们看过没有声儿了？为什么？我这个地方留给你，我播十分钟就走了。声儿吗？真假没有声儿。不知道，用自己流量直播，直播用流量好吧，你们有不然我怕大家卡。你们有没有觉得我突然变暗了？我是不是突然变暗了？我不玩，没有，到底是百变大战还是我不玩剧本杀？我都想玩，他们也玩剧本杀。有个叫流量百合花，还有那个哎呀，那个办公室恋情之类的好玩。老刘，我们是不是玩过？就感觉今天化完了妆没有直播有点浪费。我们上次玩的两个本真的很好玩。分开说，这草莓这是腰斩，这是屁股吗？这是草莓屁股。我已经切成五下了，你就吃了个头。我已经切成流量了。哎呀，微信的疯了，那个七人本上那七人本的评分最高的，不能说选到哪一部。等一下，我要用微信登一下 iPad， 我玩那种有没有搞笑一点？喜剧本，对喜剧本。哪个本刺激啊？玩那种稍微有趣味性一点，要不然他们又听不清楚。嗯，你们看我白吗？你就白。我是谁了？那我们可以玩，那我们可以玩，玩这个白本。好，那就行，那就玩这个。玩哪个？我在上证件，发群里，发群里。只有59个钻石，只有钻石。哦、哎，扣那个怀瑾是全场最富有的刘书贤。等会儿我看看有没有。是刘书贤有吗？我记得怀瑾不是也有的吗？也有。没有，我马上就快没电了。看你们俩谁有，谁有就谁开吧。我可以开，好像。哎，怎么等待中啊？什么意思？别上钓鱼的岛，什么鬼？他为什么等待中啊？几个人？一二三四五。我不玩哦。六个，二三四五六，对，六个。不是那个、哎、小包，小包在来不来？那他人呢？他来不来？他没来，就当没有他吧。他来。他来，他半天不来。他来，我刚刚。他来人呢？来呀、啊。对啊，搞妆呢，可能要想直播。怎么还搞妆呢？是不是想直播？给打电话嘛，给打电话嘛。他不会要化个妆？发到群里。问题是我好像。我想问。他的门关起来了，他听不见。六人本的这个有一个那个谁动了我的糖果，要不我们先玩个六人的？可以。每一个一个小时下不来吧？那完了。那就叫小包。是找找不动又好又好。我来，我没有玩，我没有，我登个微信，你们得稍等一下。在充电，但它充的很慢，我现在在插电。啊、哦，我有微信，我叫小八。你叫他吗？吴小八。这是什么？那个支架我刚拿过来。哇，这个好，这看起来好。好贵。他说我们小宝发，他在这儿，一会儿过去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赶紧给我过来。那怎么？他在旁边开着语音跟我们连，是这个怎么用啊？要不然你就跟他说先不加他了，等下一组他再玩。你什么时候来？又卡又好，又好。我不是跟你发消息吗？这个好高级啊！你得现在就得加入战争，不然你开语音和我们讲啊。哦，对呀、啊。是啊。我们选好了。你肯定得来一起来、啊。这个就这样用吗？你不是在把那个发给我吗？好，发给你，你先看本儿，你看本儿。哎呦，奇怪呀、啊，凡凡，你房间为什么没有网啊？有，但特别卡。不是，我是不是 WiFi 是那个 4G 也没有？是没有，哦。为什么 4G 也没有？好，行，我以为好，就是我的微信。你立马过来，我劝你赶紧的。这个房间很卡，我想。您发给我选人看本。嗯，他说先发给他选人看本。那选了吗？有了。那个这个怎么用啊？我先找一下。这下面没下完呢。看着好高级、哦，我觉得这个比怎么一有人打微信语音就卡。原来是这样。感觉这个不错，想买个这个。这不是我的，这谁的？感兴趣。哎，可是这个如果拿去迪士尼，他会给我们收起来吗？不会，因为它不是三角的。它是三角的，但他看不懂，对，不是，我们都可以说，对，但他看只要是三角，他就给我们收起来。那他这样子看不出来的？看不出来，他是过安检，他不是光用肉眼看的。哎，但这个跟那个三角也不是一样，感受一下，为什么三角就不让呢？以前都可以、啊，我要掉垃圾桶。你掉垃圾桶你没关系，你要拍到我的脸，我杀你！你那个玩意儿，我杀你，刘姐。
么会这样？哎，我没有去。哎，啊，是那个。嗯，对，其实你百度，我先借一下你的指甲，要不然这个杯子有点不稳。你家捣鼓半天，你不就是想用吗？那没有，那没有，出来没有给你搞啊？我这女人，你迟说都想用，能怎么样呢？这搞半天了，在那。没有，我去没研究透。实名认证才可以。我都不知道它是一个直播支架。我要当。我以为它是一个话筒。这么贵啊！你们还干嘛？我拿个话筒过来看架。多神秘啊！哇，这好高啊！想买一个。然后还要把手机壳拿掉。大爷，我怎么印象中好像上一次就是我们盟主了，是吗？我不记得，张仁嘛，是他吧？凶手是他吧？我不记得，真的吗？我就是有那么一些印象，我完全不记得了，进不去。大没有，看来你对角色的审美，我怎么觉得我进不去啊？我玩的是什么馒头杀手？我直接闪退，会掉下来。那我就换一个吧，不当五盟主了。你去当剑神吧。谢谢各位，关掉，快关掉，快关掉！秋天的奶茶，吓死！我要当这个东方教主。好，我就选完了。啊，你剑神，我当有我当钱大小姐，来我当灵狐少爷，我再播七分钟吧，我就想播一会儿，会儿就走了。给你剩一个五盟主，给你剩一个北方门主。编辑工，北方门主和五盟主，他不稳，他不稳，他不稳。那我要当，我要当。基本不播啊，好丑啊，这个都很丑。我当北方门主。知道了，最好看的就是钱小姐。我不记得上次谁是凶手的。北方门主，真不记得了。我东方教主，我连我选的什么，我是北方门主，你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你好像是五盟主。看来我对喜欢谁就是三妹。这个命很硬，是谁呀？我三台啊，我不管味儿呢。那叉叉是爸爸，吃饭多跟少的问题。叉叉是爸爸，是你吧？抠哪？张怀你们这名字，张怀为什么没有头像？你们，你刮目相看什么东西啊？我刮目相看的火车。因为他自动叫这个名字，我叫刮目相看的火车，但是我头像你能认出来是我不是吗？肯定是谁啊？是我。怪味儿呢？披荆斩棘，哎，胡小慧呢？不玩不玩不玩。他到底来不来？这女的咋回事？这女的咋回事？这女的咋的呢？嗯，钱大小。谁在讲话？为什么耳朵红了？这谁进了我们房间？吃过早。五九这个。是不了味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剧本杀听到他声音了，爸爸你把你麦关了，快过来，胡小包，快关掉你的麦，过来，我来，谢谢爸爸的皇冠，来准备准备准备好了，谢谢，给我挠挠背，我好痒痒。挠挠，那那个披荆斩棘是谁呀？没有人类，挠大点儿，真挠啊！对啊，那不然呢？万一万一背给你挠，天哪，打个字都累废了。刚刚这个不应该吧？哎，哦，你这电台，我怎么在直播呢？哎呦，我的天啊！老刘要人给他挠痒痒，还挺凶的。左边，哎，对对，下边一点。准备呀，合格吗？其实等一下编辑一个，不好看。好，谢谢你。六班一号技师，快夸我。好，这里，下面。在哪点准备？对那个大橘子。准备了。在直播，老公给你挠，老公你也要直播吗？挠痒痒，挠痒痒，老公小包挠痒痒，啊，这这这小包橘子，我是这个东方教主，看这个大橘子，来吧，快准备啊，家人们，老公挠，准备啦，小包你在这儿吗？我还说了，准备，我准备。命很硬，没准备，命很硬。很硬。小包，你还没有准备选武林盟主呢。我没准备，在哪点哪里准备？哦，真的。我过过。披荆斩棘是谁呀？武盟主。我看着就出不了，不行，不是我。会充个电。胡小慧，你退出了。啊？没有啊。你退出了，你不在了。对。啊，你快进来，再进来。准备七个人。关麦，关麦，关麦，关麦。我充个电。哎，我怎么觉得我上次就玩的这个角色？看着了，妈耶，你快关麦呀！他们都有两个数字，我的 iPad 坏了，我得重新买个 iPad 再来玩。是我二刷，但是我怎么记得我上次就玩的灵狐叫灵狐少侠？哎，我差了多少？现在都是二刷。西门剑。现在突然发现应该有两个手机才能。我看我是谁？才能那什么？天堂的回音。手机没修，手机还没有修。不拿不拿。是烟雨山庄的庄主。没有十四个人。我发现我这个什么手机？我这个是无敌的高手才能玉女子宫必先。
霹雳环绕吗？如画宝典，我不知道我的麦克风好吗？孤独球场是谁呀、啊？孤独球场，感觉好多人啊！我马上就可以拔了给你，我再过三分钟就拔了给你。本来雾气纠正，你们不能哎，能不能不要读我好不好？这读书声是什么意思？在念什么？好不好？我读行不行？不要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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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没你吵。这么多人在这儿读，都没你一个人吵。你们在吵，我是为了停止。那我戴耳机念吧，真的是。今天没有上，其实是录播的课。我上一次吵死几个人。独孤球场是谁啊？是我。啊，你是独孤球场 ？Yes。你是盟主 ？Yes。我是第一。你换上了风湿性关节炎。好，下播继续翻牌啊。今天争取把翻牌清掉，真的清掉。那你已经挥刀那啥了是吗？不要沉默，告诉我。我不知道你对我的问题。你们两个能不能好好看本？怎么就不能偷摸涨价了？嗯，确实没有公演了，只能多了。我是恐同派的。大家都是恐同派的，大家都恐同派，谁能不恐同？大家都恐同。我知道我上一个玩的是哪个角色，但我也全忘了。花魁女团和看本子，不累，今天就只出了一趟门，直接搜证吗？这是买了演出的。天哪，我还没有当什么当，但是我还有正事要办，还要学舞呢。哦，嗯，哎呦呦，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要关注师弟？等会儿不播了，就播一会儿。谢谢他们，我读完了。嗯，没有囤吃的，点外卖就好了。但是我没想到那么严重，好安静啊！昨天录的音应该会月底发，应该不会那么早发。啊，西门剑神好帅呀、啊！西门剑神是谁啊？是我呀！滚吧，无语了。看完了，然后呢？点结束阅读啊！在哪儿？所有人里面都长什么样？又上线了，看了。有一个结束阅读，是要结束阅读才能读当天的时间线，对吧？太早了，要是龙马还早呢。不多了，我要撤了。他们在认真读本呢。拜拜。嗯，看完了。看看。我都不知道谁是谁，说实话。